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大家阿弥陀佛。那今天要发给各位三本书啊，第一本，哎，义工菩萨先哦，在你们的袋子里面是吧？那各位就拿出来一下，我们就读几句也好，但是希望大家从头到尾都能够把读完。第一个这一本《佛门修行功德》，我们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布施？为什么要参加法会？这里面按照经典帮我们整理了。但是各位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把它读一遍。读完以后，请翻到目录第二页。第二页，皈依的功德；第二个，忏悔的功德。第三个，礼佛的功德，所以各位要多拜佛啊，甚至问讯，甚至你现在没体力啦，坐在轮椅合掌也可以。供养佛的功德，浴佛的功德，造佛像的功德，画佛像的功德，再来礼拜佛塔，绕佛塔的功德，那各位都有体悟了。放生的功德，施食鬼道的功德，帮人家往生者助念的功德，乃至等一下我们还要超度，今天整天在超度。我们隔夕早上为我们说药师佛超度，超度的功德，各位来参加法会的功德，特别提到今天这也是里面篇幅最大的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所以持戒以后布施的功德，在佛前做十供养。各自的功德，翻过来，等一下，各位回去啊，最好一人拿两瓶水，供水的功德，这个水拿来供佛，这个水念个咒，乃至滴水功德，你念什么咒就有什么功德在里面，供水的功德，供花的功德，供灯的功德，这平常大家都做的特别多的，更重要的，地藏经这么好，药师经这么好啊，《华严经》这么好，印经的功德，乃至大家在做烟供、火供功德，乃至藏传佛教观想供曼达拉的功德，乃至各位有时候参加法会看到一个坛城，他们用沙做成好庄严的不动佛的坛城，四倍观音的坛城，最后法会完了以后，就把这个沙弄一弄，又把它归空了。啊，这样不执着了，从空性里面显现的沙坛城的功德，再来转经幡。各位，我们外面挂了很多五色旗啊，大大小小的经幡啊，转动经幡的功德，转动经轮的功德，那各位都很熟悉了，也看过人家做，但是
进一步去了解它。那这一本还是浓缩本的，另外一本比较厚，又写得更细，经典上的根据。那期望大家看过一遍，普为宣传，透过各位上网路、脸书、微信、Line 都可以了，加个相片，告诉人家，这样佛前供一杯水，供个花，转个经轮，念个佛，八关斋戒，有什么功德？让你的家人知道以后，他也想要来得这个功德。虽然是有所得的，啊，从有所得到进入无所得了，因为他对佛法有信心了嘛。而且在他生命最痛苦的时候，所以每次人家说：“哎呀，师父怀孕了。”我说：“来皈依三宝。”他说：“还没有生下来呢。”啊，佛经说了，胎儿就要皈依呢。所以来，各位请看第五页，每一个功德念一点点吧。第一，《灌顶经》云：“受三皈者有36善神，与其无量诸眷属守护其人，令其快乐。”所以皈依的功德很大。所以各位要经常念来，当愿众生皈佛、皈法、皈僧，嗡普堪，同为三宝弟子，啊，愿发菩提心。然后呢，所以你帮对方念三皈依。当然有人问我说：“师父，我们在家人可以念三皈依吗？”如果对人吧，人对人，出家人好一点。但是你放生、布施、食物、做烟供，大家都可以念三皈依的。他不是皈依你呢，是引导大家一起皈依三宝啊。那这位友情就得到了36护法神的守护。第二，《大集经》云：“妊娠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皈依而无加害。”怀孕的女人，哎呀，怕她的胎儿，古时候很可怜，古时候不像现在的科技，往往胎死腹中，不然生育的过程死掉，甚至妈妈死掉，怎么办呢？先受三皈依，那小孩子就不会受到伤害，乃至冤亲债主来讨报，乃至生以身心具足，善神拥护，乃至小孩子生下来，身体也好，精神也好，智慧也好，身心具足，善神拥护，四母受兼之于子，啊，连这个妈妈都得到利益啊。所以皈依有这样子的功德。翻过来，请看到第八页。第八页，忏悔的功德，第一、第二，大家跟着念一下。哎，一，《华严经》是诸经之王，其中普贤恨愿品所述的十种广大恨愿，是成佛必经的过程。当中第四愿是忏悔业障，以及在菩提道中，菩萨无不依行忏悔。第二，《佛明经》也说，若善男子、善女人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先忏悔一切诸罪，业障会障碍正觉的启发，要经过忏除，心光才能光照法界。所以《华严经》是诸经之王，特别行菩萨道一定要看的，看完如何去实践。这里面的普贤恨愿品的十种大愿是成佛的过程，当中的第四种就是忏悔业障。所以是说，我们要行菩萨道成佛，那菩萨都要忏悔，包括现在弥勒菩萨即将成佛，每天6时间做大忏悔，礼拜十方佛。他这个忏悔是代替众生忏悔，也让自己累世的业障，因为他即将成佛了，所以佛是圆满的，所以更要忏悔业障。所以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这些都是大功德。
这个都是消业障累积福报，进一步走入智慧的修行，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进一步走入慈悲的修行，恒顺众生，普界回向。那我想菩萨道是在消业累积资粮，利益众生。特别上面说佛明经说，你决心要成佛，那一定要先忏悔业障。如果你业障重了，你不可能开智慧啊，你也不了解空性大悲心，你要用自己肤浅的想法来形容，那不行的。所以忏悔了，心才会打开，叫心光，光照法界。所以一个菩萨到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是照你呢，你念阿弥陀佛，那个佛光透过你的心照了十法界，上供下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啊。啊，你在念唵嘛呢叭咪吽的时候，哇，六字大明咒上供下施，十法界都一起得到这种光明遍照。唵嘛呢叭咪吽，各位，这个我一直强调，你要学啊。当你念药师咒，那药师咒的时候，药师佛的力量从你的心遍照一切。那么波揭发地毗沙说，跟你念大悲咒一样。那如果你业障重，卡住了，你也不会观想，而且展现不了那个力量，所以你要修大乘佛教，所谓发菩提心、念佛、诵经、持咒，任何一个功德，包括你在上班也都变成积功德了。菩萨道是你在生老病死任何状态都不离开菩提心，叫菩萨道、菩萨戒。所以你任何时间生口意都是在利益众生，透过工作，透过生老病死，都在行菩萨道。那当然菩萨讲的是心态，那你心态要如何维持菩提心？那你要维持菩提心，那你一定要消业障。如果你不消业障，你的我执还这么重，没有空性，那你的心光就不能遍照法界，那你就不能快速成佛了，你等于会慢慢啊，因为发菩提心就是希望众生赶快离苦得乐，最后成佛，所以你希望你要有效率，所以业障会障碍正觉的启发。我们汉传佛教太多忏悔的修行了，梁皇宝忏、水陆宝忏、药师宝忏、大悲宝忏、金刚宝忏、地藏宝忏，太多太多了。那各位一定要把这些忏本啊都拿来读诵，特别是慈悲三昧水忏，大家很流行啊，彻底的断除你的烦恼，让你证入空性。所以三昧水忏就把所有众生的果报的障碍、身口意业障的障碍、内心烦恼的障碍通通消除掉，就叫三昧，而达到一个圆满的悲心。所以那各位要老实去做。所以第三，忏悔的功德非常大，能立即扭转强大的业力。所以我妈妈得癌症，除了读地藏经，我帮她念诵三昧水忏，不可思议。包括现在很多信徒，包括我哥哥得癌症都很严重，我都跟他说啊，一个月拜一次三昧水忏，加上吃素看医生，这个业不可能再严重，100%。所以各位没办法跪，那就坐着念，礼佛的时候起来拜或是问讯，但是不可思议，三昧水忏。所以我也会请我们生命协会印多一点三昧水忏，甚至大家来拜啊，这个拜如果出家人带好，没有出家人，我们在家人，像我以前我都是自己念啊，我参加一次法会以后我都是自己念，因为用心比较重要了。然后我妈妈给我很大的感应，我哥哥给我很大的感应，很多信徒都给我很大的感应，哇，三昧水忏不可思议啊，所以可以扭转一切。所以慈悲三昧水忏里面说，经中说言，业报至时，这个业报来了，不是你躲在空中躲在海中，不是你躲在山里面石头里面，不管你躲在哪里，那不可能脱离不受报的。
那怎么样可以不受报呢？唯有忏悔力乃能得除灭。所以各位，你碰到痛苦来了，跪下来，南无阿弥陀佛，我忏悔，可以啊。你碰到业障来了，痛苦来了，逆境来了，你不要再怪老公啊，怪你的儿子啊，怪外界的一切，跪下来，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我忏悔。然后呢，这个忏悔力量就可以让你超越。所以佛法最大的快乐，一切怪自己，不会怪别人，那你这样就不会忧郁症了。啊，那怪自己，这个业最大的力量就是可以铲除掉了。业报的本体也是空性，也没什么好在乎的。所以何以自然，四体还阴，五衰相现。玉皇大帝啊，这么大的福报，五衰相现，恐惧切先，切心归尘三宝。那个时候恐惧啦，就这样诚心的来皈依三宝，五相即灭，得延天年，五衰相不见了，还升更高的天，做更大的大帝。所以忏悔力量不可思议。那后面又写了更多了，请翻到十二页，礼佛的功德。每一个佛具足所有的功德，那你去礼佛，这个功德就加持你，就这个意思吧。所以如来有信、有戒、有闻、有慧、有善色成就，包括相好庄严，是故成就五功德。所以以五世因缘礼如来者，当然你相信如来有这些功德，那这个功德好像就转在你身上啊，成就五功德。所以第一个端正，第二个声音好，第三个多饶财宝，第四个生长者家，五身坏命中，身善处，乃至升天上。所以各位，每一尊佛像，现在你看这个电脑刷出来装不庄严啊？你就给它贴在你家客厅就好了。啊，佛像越大，每天就念的地藏菩萨的赞。来，我们一起念一下，看得见不？看得见吗？念一下，来，地藏菩萨妙难伦，化现金融处处分。啊，地藏王菩萨化现在每个地方啊。再来，三途六道闻妙法，四生十类蒙慈恩。哦，你念地藏菩萨，诵地藏经，看地藏菩萨像的时候，三途六道四生十类都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来，这一边明珠照彻天堂路，那你一念的时候，你要观想地藏王菩萨左手这个夜明珠啊，把地狱都打开了，让黑暗的幽冥界的都可以看到往生天上极乐世界啊，惊喜正开地狱门。地藏王菩萨这个中道实相，这里面代表法的实践，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啊，在这样子的法的实践戒律，可以把最深的无间地狱都给打破。所以当你念到的时候，你要这样去实践观想。再来，累劫亲因蒙接引，我们累劫累世的父母亲、六亲眷属、往生者就可以得到超度。九莲台伴李慈尊，九莲台是乃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脱离了地狱道六道轮回，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礼拜阿弥陀佛，花开见佛，悟无生，那整个地藏菩萨的精神都在里面啊。所以你念的时候，你的念头就变成地藏菩萨啊，看地藏像，礼拜地藏菩萨，称赞地藏王菩萨，供养地藏王菩萨，那这些功德都会变成在你身上，然后你再回向给众生，念给众生，那这些功德又在众生身上。所以各位呢，礼佛、拜佛、念佛、持咒、诵经，不分是哪一样，因为三宝是无上福田。这个世界，再讲一次，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力量，小小的力量要去改变世界，
甚至有些人去祝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我厉不厉害，有超多不？哇，吹过啊！他只是想要表现自己念得很好，那没用。眼睛闭起来，祈求阿弥陀佛的加持，佛号的加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用打开了，他保证往生净土了。啊，所以各位，你要了解佛力的不可思议。所以第二，大家念一下。这一段非常重要哦。普贤观经云：若有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诵大圣经，思第一义，甚深空乏，一谈执情，除去百万亿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行此法者，真是佛子，从诸佛身。十方诸佛及诸菩萨为其和尚，是名具足菩萨戒者，不须结魔，自然成就，应受一切人天供养。整部普贤观经，各位最好很短都看一下，但这里面这个重点，如果有人白天三次，晚上三次学弥勒菩萨这样礼拜十方佛，拜完以后呢，诵大乘经、般若心经、华严经都可以，地藏经，思维第一义谛啊，真正的佛心是什么？所以真正地藏的心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不离空性的大悲心呢、啊？这样去思维，甚深空法。一弹指间，金光明经空品，然后呢，你能够从缘起，缘起啊，这个因缘关系缘起，看到它的真正的本体空性，这个缘起甚深，这个甚深的空法，你能够看到去思维它，所以哪怕一短短的时间。就可以除去百万亿阿僧祇劫生死之罪啊！如果能够这样做了，才是真正的佛的弟子，佛的儿子，是从佛的心生出来的。所以各位，这里面重点啊，礼拜十方佛，读诵大乘经典，思维第一义谛，了解甚深空性。找到你的自信啊，找到佛性啊，那这样是真正的佛的儿子啊，你是佛的心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十方诸佛及诸菩萨做你的和尚，是名具足菩萨戒者，不须结魔，自然成就。你只要这样去做，不需要有人跟你证明呢、啊，而且当下你代表佛，应受一切人天供养，重不重要啊？所以各位，礼佛、诵经、思维空性，啊，大乘佛教、啊、要老实去做啊。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出家，我的剃度和尚，不是剃度和尚，这个结摩和尚，慧天长老帮我，就是说做我们教授结摩，他每天两点半起床。起来拜华严经，思维华严经，我那个功德太大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正华长老说：“哎呀，慧天长老是为你们呐、啊，啊，这些刚出家啦，大家读佛学院啦，如果慧天长老以这样最最大的功德，为所有的学生这样来礼佛拜佛，思维空性，消除无量业障，让大家能够安心的修行。”这个叫老实修行者，但是我发觉，同样的，但是年轻人知识分子就不想这么做了，不用拜，我直接看经典就好了，我就直接来研究研究，高高低低的。他不像老和尚一字一拜，好好思维，啊，进入佛的甚深微妙，也进入自己的，把这个佛的这个教法进入他内心里面。成为他的生命的整体，这里面没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得到了无量的功德。所以各位，我想如果有机会啊，每一部经典论，哦，你都要好好好好的
去看它，去了解，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请翻到16页，但是希望大家全部把它读完啊。供佛的功德，念一下一。阿毗昙甘露味经说，不食畜生可得百世福，不食不善人可得千世福，不食善人可得万世福，不食离恶欲凡夫可得千万世福，不食得道圣人可得无数世福，不食诸佛菩萨其福报无尽，唯佛能知。是以十方诸佛是第一福田，供养诸佛菩萨功德最盛。所以各位常听我说，百千万亿黄金做世间布施，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因为佛是无上福田，第一福田。当然如果能够用菩提心来做之前的布施，布施给畜生道，光以世间的想法布施给畜生道，就可以得一百世的福报了。一般人想说那布施穷人就好啊，但是佛陀倒过来讲，穷人大家都会布施，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谁会给那些老鹰啊、鱼啊、秃鹰啊、老鼠、蟑螂吃啊，这些野生动物啊，甚至我们现在都有护生园啊，那边有牛啊、羊啊，那各位可以去布施饲料给他们，布施给畜生道。各位家里前后面一定一大堆蚂蚁啊，你随时都可以修这个百世福。第二个，佛也提醒我，布施不善的人，一般我们都布施给好人，谁要布施给坏人？那些坏人大家讨厌的，但佛越坏的你要对他越好，才可以感化他啊。因为佛教的悲心呢、啊，所以布施不善的人可得千世福报，布施给善人万世福报。所以不要分呢、啊，善不善，他现在需要饭，需要衣服。我们都给他布施离恶欲凡夫，就像各位今天是离恶欲凡夫呢，今天所报关斋戒没有不好的欲望，对不对？大家还过午不食，所以那中午有人供斋，等一下要供水啊，可得千万世福报。那布施得道圣人，出果、恶果、三果、阿罗汉果，甚至发菩提心，那不可思议了，可得无数世福报。所以今天我们供养色拉茄，平等心供养所有僧伽，那后面最主要告诉我们，何况布施诸佛菩萨。所以各位在家里贴一张观音菩萨，贴一张地藏王菩萨，或贴一张诸佛菩萨的像，甚至现在很简单，你在手机里面存档了，到哪里就拜一下吧，手机打开影像就出来了，供养一下。所以现在我们更简单，电视打开参加法会，自己在前面供养水啊。现在微信更方便，啵啵啵100块就布施来了，他也要参加共生法会等等。第二，八种供养，水水花香灯土果月，在佛前供养。所以各位这样好啊，在家里供八杯水，代表水水花香灯土果月，或是真实的八种形象显现出来，那有各种功德。再来，请大家翻到22页，中午我们供养了色拉茄啊，他们最大的开销就是一天要吃三餐啊。所以各位只要到寺庙有机会啊，我们经常在缅甸供养，今年他们特别开发要到柬埔寨，听说柬埔寨也很穷啊，然后我们就负责供米啊，米啊，因为他们佛学院一两千人供米啊，所以那至少他们可以温饱。所以第九，斋食供养佛。那各位平常在家里吃饭要拿一个饭菜素食的水果，乃至供养所有的出家人，功德有10样，一起念来。一，寿命延长；二，
形色圆满，三枝节多力，四记忆不忘，五智慧辩才，六众睹欢喜，七风足珍宝，八人天自在，九命中升天，十速证圆寂。所以各位多念几遍啊，你让他出家人吃饱了，那你也自己饱，外表也庄严，长寿，手脚有力，记忆不忘，口才好，而且活菩萨欢喜，那你也欢喜，别人看你像看佛像一样，众睹欢喜，有钱，做人升天，自由自在，所以至少命中升天，乃至求愿往生净土，最后成佛。那后面写了很多条啊，那我就不再带各位念了，只是这一本里面太多了，包括你看到一张唐卡合个掌就不会堕落三恶道，转个经幡，转个经轮，就不会堕落三恶道，所以写得非常清楚，包括八关斋戒的功德。那各位看一下第二本，第二本用慈悲过生活，这一本就非常的白话，但是是非常的重点，佛法没有深浅，懂而且会用，这是最重要，懂它，了解它，而且会用它，用在你的身心上，用在众生身上，那就是佛法最殊胜的那一部分了。所以这个内容请看到目录，第一个，创造慈悲的连结，这什么意思呢？佛教讲空性啊，我们跟万事万物都连结在一起的，没有分开过的。那如何用慈悲心跟万事万物六道众生连在一起啊？第二个，生活就是修行，修行不能够离开当下的生活，所以你读地藏经，你受八关斋戒，把它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86页，照顾孩子是最佳的修行。我想孩子让我们慈心希望他快乐，悲心希望他离苦，这么样的抱着他，体贴他，从小把他带到大，那我们以这样子来对待众生，以这样子来修忍辱，不舍弃众生。所以我认为照顾孩子，各位不要高高在上，我们只能说孩子是我们生命的老师啊，你首先要尊重他，而不要一直骂他，他在打电动玩具，他出去玩，你可以有耐心的等他回来，或是有耐心的陪他玩，从这里面去引导他，也培养了你的耐心。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孩子是我的财产，我生他，我给他钱，我要骂他就可以骂他，我要打他就可以打他，那很可惜，这个小孩过去是你爸爸哎，是你祖父哎，是你哥哥哎，只是你了解因果以后，那你要以适合对方的方法，有时候你跟他讲硬的他不会听，那你讲软的他才会听啊，因为他有那个习性啊。就像各位你看那个网络，妈妈抱爸爸，女儿那老公是我的，女儿从小就说老公是我的，因为这个女儿是上辈子的老公的情人啊，因为她有这个习气啊，她认为妈妈抢我的先生啊，抢我爸爸，所以世上这个世间有业报轮回。那请翻到我要讲的是后面的一些重点就好了，请翻到213页。因为各位有在上班工作，那如何把工作变成一种快乐，所以定一个题目，213条，乐在工作，下回你就会乐在生病，乐在死亡，乐在贫穷，有钱也快乐，没钱也快乐。佛法是教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而且帮助离苦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众生在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引导给他看。所以
第一，特别是在工作的时候，要记起宝贵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不管工作的性质如何，当你准备去工作的时候，要思维，我要提供服务给其他友情，因为我发愿要平息他们的一切苦，并带给他们安乐。我们变成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工作的奴隶了。透过各种的工作，提供给他吃，提供给他穿，提供给他药，提供给他住，提供给他方便。所以，那这样你变成快乐，工作是你的修行啊。从工就像各位来做义工，虽然很累，很快乐，因为你知道，做义工很有意义啊，有福报，可以消业障，可以接近三宝。同样的，你要把工作当作修行。第二，即使你得到报酬，甚或没有报酬，切莫仅仅为一己的安乐而工作，应当顾及其他的友情。所以工作是为了服务友情，服务众生，而不是个人金钱的收入。不管钱多钱少，我这个工作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快乐。就像我以前在家，我是做旅行社的，所以我现在可以说还在做。我经常在旅游，透过旅游拿麦克风，拿麦克风讲佛法，带人家出国玩，边玩边修行，边布施广结善缘。但这里面没有个人的利益啊，是希望大家都从这里面得到快乐。所以以前有搞房地产，那现在干嘛？现在找土地养牛。养猪、养狗，做放生池，甚至有房子，如何变成金色道场给人家修行？只是以前是自私的，在搞房地产，在做旅游业，那现在呢，乐在其中了。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让别人了解佛法。第三，与其出于贪欲或私心而工作，甚或仅仅是为了维生，不如怀抱慈爱积极的心态，为了带给其他友情安乐而工作，不管是哪一种工作都可以这样做啊。所以事情没有贵贱之分的，只有你的动机。所以佛陀告诉印度的这些比较低贱的说，并不是你出生而高贵，而是你的行为而显现你是不是婆罗门，是不是高贵。所以我们是扫厕所的，把它弄得很干净，让别人大小便方便，让别人用卫生纸方便，甚至里面的自来水我都念过咒了，他在这边大小便都在消业障，那你这个工作很快乐。我想各位一定要这样修啊，修行不能爱面子。像我们刚出家，师父都对治我们，不讲话的叫你讲话，然后呢，爱讲话的叫你不要讲话，你不合群的叫你去合群，你每天呱啦呱呱的叫你这边闭关孤独，那这样对治你，让你去改变你自己，但最主要的动机，我们现在修大乘佛教，就是不能再自私了，一切都要慈悲，在什么时间工作、生活、开车、走路、生病、死亡、出生，都用慈悲心，而不要用我执、自私，这样就好了。所以法没有高，没有低。哦，念阿弥陀佛好，还是念阿弥陀佛好？修汉传佛教好，还修密宗好？都一样，动机决定一切。所以并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那重点是，各位你要观察你的心呢。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引导你的心，你这个做法是自私的，是漠不关心的，是冷酷的，是懒散的，他要纠正你这个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叫禅，禅就直指人心。所以老和尚他就看你的动机决定你的一切，所以这样来做工作。请翻到220页。各位有家庭就要工作，那各位有感情呢，爱的生活。那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要追求佛陀的爱、真理的爱。世间的爱是痛苦的，并不是要各位放弃爱，是各位要把
爱提升为真理的爱，来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爱你的朋友，爱你的敌人，你就没有痛苦啊。假爱是有所求的，你要忠于我，我要抓住你，那会造成痛苦，自私有范围的爱。所以第一，如果你想要被爱，首先要爱其他友情。各位开始练习，不要说我条件好了，骄傲，我不管别人。特别你是大乘佛教，那你就是要广结善缘，广度众生，所以你要成为众生的皈依者，众生都很爱你。那首先你要开始去爱所有众生，你能够爱这些鬼道，你才可以度鬼道，你才可以成佛啊！你很爱这些动物道，那你念个阿弥陀佛，连动物都得到超度啊！那你这个念佛功德力可大了。所以如何让你的功德能够遍及六道众生得到利益？那当然你要真心的去爱六道众生，然后六道众生他就会接近你。不过还有一点啊，当然有人问我，师父，我去做烟供回来啊，好像鬼都跟回来，是吗？他问我是不是啊？我说我没有跟你讲不是，但是问题是你没有用真爱。如果你把你自己变成阿弥陀佛，我来这边是带着阿弥陀佛，带着观音菩萨的力量来超度你，不是我来超度你呢，我没有那个力量超度你啊。然后他接近你，他马上就被阿弥陀佛超度了，被观音菩萨加持了。那如果是你用你，哎，我这个女人来魂魄区，那色鬼就跟你回来，哎呦，这个还蛮性感的哦，那就来找你，那你不是那边痛那边痛。所以各位，重点是因为我们不管你去做什么，就是要消除我执，不是我来度你，不是我来跟你念经超度多少，而是我现在就是地藏菩萨，我用地藏菩萨，用阿弥陀佛的圆满的力量来帮助你，这样就好了，帮助所有有情，你无畏，不用怕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妖魔鬼怪出来都无所谓，因为我现在是阿弥陀佛啊。所以爱惜其他有情是爱自己的最上策，也唯有爱惜其他有情才是切合实际的自私。你希望自己快乐，那你要用这种慈悲的方法。事实上你越平等越慈悲，你自己越快乐。所以各位来念一下，爱惜其他有情，记住这就是佛教的唯一的动机。不要自我爱惜，不要求自己健康发财啊，有老公，人家说全天下的女人都找到好先生，结果所有先生都来找你，因为你成，但是你不想谈恋爱啊？为什么？因为我要遍及一切啊。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做一个出家人要被众生爱，但是又不会污染任何一个众生啊。如果众生看到你就有一点讨厌，那你就不能度众生了。因为你要爱的是所有有情，爱众生的众生恒爱之。第二，照顾自己的心，让它保持安忍、智慧、慈悲。唯有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在爱自己；唯有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在保护自己。啊！所以各位不要去外面讨爱，希望别人来对我好。照顾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一切嘛。也决定周围的环境嘛，所以让你的心保持的安忍、无分别的智慧、平等的大悲，那个时候你好快乐，真正的爱自己。如果你就往外求，想要去控制别人、要求别人，那你又离开你的悲心呢、啊，离开你的爱心呢、啊，那你就起烦恼，起烦恼就造业，造业就生病，生老病死。所以那站在佛教如何谈爱，那这里面写得很白话，就要麻烦各位把它全部都看完。但是各位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有道理，有道理，请依教奉行啊、我们叫法随法行。你了解佛陀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是一个真理，那我叫随法行，我就按照这样去工作，按照这样去想。请翻到226页，生命最大的痛苦来自于无明。
所以佛陀说无明为因，贪爱为母，造成生老病死。那什么是无明呢？那你现在在做事，是不是用无明去做事，还是用智慧去做事呢？那首先你要了解自己的生命的敌人，不但了解无明，也要了解众生的无明在哪里，去帮助他，让众生也跳跃他的无明，而达到一个光明解脱乃至快乐。所以一，无明是轮回的创造者，记住哦，无明原形，形原事，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十二因缘法，无明。那再来，当然你要了解什么是无明，无明所显现的心态是什么。活在无明当中，就好比住在坚固的铁笼中，比世俗任何的监狱更可怕，而且无法脱逃。这一点我师父常给我交代啊，哦，海涛，你去外面弘法去做事，如果你是用无明去做事，你等于在挖自己的地狱啊，不见得出家就没有无明了。这个无明是你有所求的，用个人的狭隘的想法，想要去管别人，想要去得到成功，那你还不如不要做啊。所以一定要破除无明，知道我修行是为了个人的解脱乃至众生的解脱，而不能用世间的想法。世间的方法，我要出名，我要做道场，我要做住持，我要得到大家尊敬，那这个比监狱还可怕。监狱你还可以出狱的一天，这个无明造业让你生生世世都在里面受苦。不过一旦舍离的贪欲，不再贪执此生来世和轮回的安乐，进而培养悲心，并了解了知一切法自性空，一切法是存在的叫有。那这个有你分析它，它不过是因缘和合，所以它的本体是空，自性空，那你就自由了，你就没有卡到一个我的无明在做事了，所以任何的监狱都拘禁不了你，这个叫大自在、大自由。解脱不用等未来啊，烦恼不用消灭烦恼，烦恼你看清楚烦恼是什么就好了。谁在烦恼？烦恼是什么？你看清楚它，它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感受，它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跟我在烦恼，跟你在伤害我。所以佛陀跟我们说，我们就像各位舍离的贪欲，追求来世，不再贪着今生来世或轮回，因为我们要解脱乃至要成佛，然后进一步培养悲心，以这样去做，然后了结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如化，因缘和合暂时存在的，利用它，死亡是必然的。所以各位要多想自己怎么死的，生老病死，所以而且不要畏惧它，得癌症那也是个感受，反正痛完就不会痛。所以我经常去帮人家助念，我都把对方当作自己，他得癌症，他车祸死，他得骨癌，他心脏病，我们都会如此。但是重点生命在哪里？不是这个身体啊，身体谁都会生老病死，早死晚死，个人因缘业报不一样，但是我要的是一颗解脱的心，这个解脱的心它本来就存在空性的，甚至把他的心引导去极乐世界，这才是他的生命啊。所以各位要超越于相对的世俗法，你不要被世间的凡所有相都是骗你的，凡所有相都是虚幻，你要跳脱这个无明，你才会自由，自由的去大慈大悲。所以你要成佛，你要圆满慈悲心，如果你还有无明我执，那就是关在里面，你根本没办法。所以在这一点各位要多思维心经啊，多思维金刚经啊，多记几句你认为跟空性相关的经典，然后一直回光返照啊。那我为什么卡在这边？卡在我的想法，卡在我的外表，像做女人就是嘿嘿嘿嘿这样，那个外表你就当作是真实的你了。已经80岁了，还拿20岁的相片给他看，你看我这块笑脸呢，干脆拿个棺材啊你，啊。所以各位，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像是我啊，所以各位很喜欢看自己的相片啊。如果你要看是可以啊，旁边放个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那谁尿不赶快？
我如何跟他学？你要转化他，但是你不要被你自己的这些成就感、外表啊抓住了，因为那是无明。第二，不击溃烦恼，别无真正的胜利。这句话记住啊，赚了钱，得到国家，得到地位都没有用，因为如果你内心有烦恼、有我执，你永远都在无间地狱里面啊。所以唯有击溃烦恼，这个烦恼是从我来的，无明来的，而起了贪嗔痴，你永远没有胜利的一天。第三，相信不真实违反真相的东西，爱情、名望、地位、成功，这就是不真实违反真相的东西，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创造困境，何必把自己关在监狱里面呢？如果怀有违反诸法真相的期望，什么叫诸法真相？因为诸法空相，万法都是无自性空的啊，显现的业报不一样，相不一样，本体都是空无自性的。那如果违反这个诸法真相的期望，当事与愿违时，寻常的现象也会变成困境，有钱也苦，没钱也苦，生病也苦，就活在这个世间，就有些苦的想要自杀。自杀不是穷人的权利啊，很多有钱人都要自杀，因为他没办法解决那个事情，没办法解决那个事情。记住啊，成功不在于解决事情，说不生病了，赚钱了，儿子乖了，老公听话了，这个不是成功。千万记住啊，很多很多学佛的人一直回想，一直回想，还在，为什么还在生病？所以我从我妈妈的生病啊，我就这样体悟了，不要再回向她生不生病，回向她心自在，这样就好了。接受生病，接受死亡，接受三皈依，而不再求她不生病。所以很多人，师父，我妈妈生病，你赶快帮她助念回向，希望她好起来，我都会说心好起来，身体随缘吧。啊，内心观自在了，你不能求他好起来。如果有所求去学佛，会让你永远退转，会毁谤佛教，不好，没有用。我花这么多钱，请这么多出家人念经，没有用，那可浪费了。所以在这一点，那各位要了解啊。第四。这个方法很重要，这是禅宗很重要了，甚至在密宗很重要了。五毒烦恼的本体就是五种智慧啊，所以在幻觉所在的地方认知幻觉，就可以发现真理。记住哦，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知道你在生气，那就是修行了。啊，当你起欲望的时候，知道啊，我就是在起欲望。佛教不是叫我们都不要起欲望，都不要生气，那你就进入个人极灭了，解脱道。不是那个意思，在欲望的地方，在逆境的地方，在顺境的地方，知道它是一个顺境，它是个逆境，它是个贪嗔痴，看它生，看它灭 ，OK 了，这样而已。就像你在打坐的时候，魔来了，好的境界来了，不好的境界来了，我要追求的不是看到观音菩萨，看到那个像，或是怕鬼，我要追求的是内心的极境，看到万法的真实相，鬼的本体跟佛的本体是一样的。而不是在追求那个比较。所以我想各位，不管佛教里面因缘就是老师，万法都是佛法，贪嗔痴慢疑的本体，你看它生看它灭，但是不要被它抓住了，就是你不知道它是苦，然后就想要排斥痛苦，或是抓住痛苦，就是因为你知道。所以一个人知道说，哦，我现在在打电动玩具是一种贪心，那就有救了，因为你知道那错了，然后你就要扭转它。我不应该贪心，就像各位知道，今天我手抱棺材解，肚子好饿，饿饿饿饿你的。我念经，我都忘了，明天醒过来，不差呢，没有什么感觉呢，啊，精神不错呢。原来没吃晚餐，这么好的功德啊，啊，清清静静的，好睡觉，精神好。饿不过是一个感觉，刹那就过去了，但是你不要被它抓住。所以男人女人
爱情、成功、失败、生病，它都是一个幻化的存在。从这个幻化存在去看到它的本体，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但是你要看到空，不能够离开缘起的存在。所以佛教不是断灭贪嗔痴，而是贪嗔痴的本体，这里面就有一个觉性。所以各位要去检视一切因缘的本质。所以翻过来228页，检视一下事实的真相，自己行为、对境、朋友、敌人、陌生人、你自己的身体、财产、亲友，这一切法的本质上都是幻化宛然存在，稍纵即逝，随着因缘在改变，随着各种因缘每一秒钟之内都在变化，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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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各位看个灯，这个灯如如不动吗？没有，它是刹那刹那刹那在变化的，啊，阴电阳电一直在刺激的。就像这个花，因为现在有空气，还有水分，如果把这些空气、这些因缘断掉，它很快的，很快就凋谢掉。所以这些冷气也是刹那刹那。所以那各位要这样去观察你周围的一切。什么叫执着？我希望他永远健康，我希望他永远成功，我希望他永远好。这个世间没有这个东西的。凡是一切存在都是变化无常、苦空无我的，这样去看。所以随时在变化，随时会不见，而且随时可能终止，这是一切现象的本质，认清楚它。所以各位不要一直强烈所谓忧郁躁郁，说我认为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它只是你的观念而已，它会随着环境变化。今天你说好了，明天是不好的，因为环境变化不一样。肚子饿的时候，它是饭菜是好的；肚子吃饱的时候，饭菜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你要很冷静的去分析。所以二，尽管这一切现象本质上稍纵即逝，我们却把它当成是恒常的、永恒的。我们所见的是恒常的朋友，你不要离开我；恒常的仇敌，你永远不要让我见到你；恒常的财产，我永远要有钱；恒常的身体，我要永远健康；恒常的生命，我要活着；恒常的心，那是错的，观心无常。我们把无常的现象理解为恒常，这就是根本的问题，无明痛苦之所在。所以各位要开始练习，把你认为恒常存在的看到它的变化，养成习惯，多看几遍。你很爱你的儿子，那你要去观察，哪一天我也会死，哪一天他长大了，交女朋友了，他出国了，哪一天再过100年他也不在，我也不在了。你要一直用各种方法去看，他是不恒常的，不永远在你身边的，不会永远叫你妈的。你要一直一直打破这个执着，这个恒常的东西，因为它不可能恒常，所以你会痛苦，所以你要主动接受它的生灭变化。那各位，这个叫禅啊。你修禅并不是说光找一个主题，而是说你可以静静的观察身体的变化、心态的变化。虽然你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跑掉了，你去看它，这个跑掉这个想法，它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再拉回来就好了，再继续念。好，然后他又跑掉了，哦，他也是一个幻象，再拉回来就好。因为你就开始在面对无常，接受无常，又不离念佛了。所以你就知道哪一天你会生老病死，哪一天你会乃至车祸死亡，成功失败，但是我还是在念佛，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安住空性，念佛，那你要练习啊。所以各位现在写的这个道理你知道了，但是你要懂得去用它。经常思维打坐，甚至按照经典所说的去看照万事万物的真相，所以第五，选择为一切有情经历痛苦，便渴望在有痛苦的地方找到喜乐。你去老人院替他们洗澡，又要出钱喂他们饭，好像是在痛苦，但这里面你找到你的本性哦。原来慈悲帮助他，这才是真理的爱，你也找到快乐。所以我想各位开始练习吧，不要去找你喜欢的，应该去找你不喜欢的，或是你过去没关心的人事物，
不要一直去追逐那个感觉，特别女生哈，女生呢看到喜欢的人哦，她就喂喂喂这样，然后她就不想离开，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又在自己把自己关在地狱里面了，执着。所以那你就接受万法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年轻就有这种想法，到最高点我就离开，到最喜欢我就离开。包括我出来外面做事了，我师父说你去哪里帮人家做事，做到快做会长了赶快离开，因为你只想要一个点，你想要去抓住它，你就会痛苦。所以尽力但是放下啊，不要揽着一切，但是帮助一切，这样就好了。所以特别去有苦难的地方，慈悲最容易开悟，慈悲最容易找到自己。什么自己？爱、菩提心，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要这样去理解一切。好，后面还有几个怎么回向，怎么观修布施你的身体，请翻到260页，简单的念一下。那这部分我就不讲解了，我请湛江法师带各位念一下，吉天菩萨教我们怎么观修施舍回向的方法。来，260页。施舍自己的身体，一，这是有关转念的简短禅修，为令一切有情获得安乐，我们在禅修中奉献自身的四大实修，舍弃自己，爱惜其他有情。第二，吉天菩萨的入菩萨行中的偈颂，犹如虚空和地水火风四大种，愿我永为无量众生为生的要素。第三，我们透过这首偈颂，祈愿成为无量的一切有情为生的基础，不是短暂的片刻或寥寥几天，而是永远如此。四，一旦我们以这种形式施舍自己的身体，就由其他有情来决定如何运用我们的身体诸大地水火风空来获得安乐。我们不再是由身体的诸大决定，不是由我们做主。五，修这个法必须做如下的观想。一，首先观想构成自己身体的四大元素，融入外在的地水火风四大和空气，想象你的肌肉和骨头融入外在的地大，观想你的身体变成稳固的大地，让所有一切众生随心所欲地使用，保障他们的生存和安乐，不仅是在这个世界，而且遍及所有的世界。二，想象你的身体被一切有情用作田地和农作物，美丽的公园、道路和交通工具，用以获得黄金、钻石和其他的珠宝，建造房屋和都市，开通隧道和造桥铺路，尽可能观想得很详细。三，你的双眼化为日月，以饶益一切有情，照亮他们，引导他们。你的肌肉化为一切有情的食物，观想你的肌肉融入世界上所有的食物，所有超市里面的一切食物，你化为米饭、意大利面、汉堡、饺子，在在处处的一切有情都在吃你。还有，切勿仅仅想到这个世界的一位有情，而是每一个世界中的一切有情。四，把你的皮肤布施给一切有情，让你的皮肤化成有情所穿的衣服，或是让他们保暖的皮毛或羽毛。五，观想你身体内的血、水和其他液体融入外在的水道，
被一切友情用来谋求生存和安乐，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思维世界上的水，不外是自己的体意，全部被友情用来谋安乐，然后再尽量广泛地观想水的各种不同的用途，它灌溉稻田，流经灌溉的渠道，滋养花卉，化为甘露，到处解除干渴，你化成柑橘汁、可口可乐、果汁等饮料，供众生饮用。六，其次，观想身体内的热能融入外在的火大，被一切友情用来谋求安乐，思维因为热能具有燃烧的能力，借此以种种方式裨益一切友情，热能可以用来保暖，提供灯光，创造能量，热能也可以用来烹饪和维生，还包括安全和探勘方面的用途，这种观想要力求广泛周详。七，你的气息融入外在的空气，风大，一切友情透过呼吸和移动运用风大，赖以存活，风性轻盈，而且会造成移动，赋予自由，呼吸就是生命本身，让你自己被一切友情吸入，把维生的氧气带入每一位友情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八，现在观想遍处的一切友情，所有的痛苦和恶业都成熟在你身上，由此知道一切友情所有的苦及苦因，所有的恶业和无明障全部消除了。九，让遍处的一切友情所有有害的业成熟感果，由你自己取受所有的果报，把这一切苦和苦因融入你自己的自我爱惜，把自我爱惜的想法连同他所爱惜的对象实有的我一起消灭掉，甚至连这个看起来好像从自己方面存在实有的我当下也变得空空如也。十，最后就只留下唯名假立的我，而这个我现在把自己的一切安乐和功德回向给一切友情，每一界的所有友情都领受到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安乐和功德，同样也回向遍一切时空的诸佛菩萨所有的功德，了知一切友情都领受到这些功德。十一，就这样由四大构成的身体变成甘露，接着来自一切诸佛菩萨心中的超觉智慧流入你这个甘露身，所有一切世界的精华也都融入甘露，这个甘露滋养并支持一切友情即刻圆满他们所有的愿望，给予就近的安乐、就近的喜悦。十二，由于你已经把自己的身体供养给六道一切友情，它不复存在，现在留下来的就只是你的心，它既不是自信存在，也不是从自己方面存在，专注在心的真正本质，心的空性，提起正知，事实上心绝非从它自己方面存在，心彻底自信空，现在念七遍嗡啊吽，接着回向功德。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要念七遍嗡啊吽，有两种观想。刚刚说了，把你的地水火风融入了，融入在世界每个角落，给他们使用了。你变成汉堡啊，变成可口可乐啊，变成土地，变成汽油。然后呢，再把所有众生的痛苦又融入你这边了。啊，这叫自他交换，完全融入于整个法界，也吸收所有法界的一切。但是你放心啊，当你化为这样甘露帮助众生，
那佛的功德也圆满融入在你的身口意，嗡啊吽啊，所以那透过你跟众生的接触啊，那你就把所有佛的功德透过你的布施啊，然后呢就融入给众生，那所有众生的痛苦也透过嗡啊吽又得到净化，佛菩萨透过你的空性也好，然后又净化，那整个世界你就是一个过滤器啊。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在哪里呼吸，在哪里手抱万斋戒，那个地方恶业都得到净化，佛力都透过你展现在那边。当然我这样讲不太很清楚，但是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就好了，合为一体啊，世界众生你的心跟佛合为一体，嗡啊吽，那是一种心态啊，这种心态它只是一种觉性，觉性干嘛？就是你在嗡啊吽，你在不断的消融你自己，吸收众生的苦，跟佛菩萨合在一起。透过你又把佛的甘露又布施给众生，嗡啊吽，嗡啊吽，啊，达到了一个，那么叫一真法界也好，用怎么形容都可以。来，现在开始，来，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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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吽。如果平常你练习七遍不够，你就多观想21遍、49遍。总的来说啦，就像说现在它本来是很脏的水，这个世界，那你是一个红色的球啊。那你就把它丢下去了，然后一直滚一直滚啊，加上你的悲心啊，佛菩萨加持，整个世界就变成红色的清净水甘露一样啊。那这个过程那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就融入于佛的心了，融入于空性啊，合为一体的感受，所以消除个体，融入整体，成为一体，嗡啊吽，嗡啊吽。当然每个人的体验不一样，但是你反正你就按照这上面的先去做做看，做做看，慢慢你会觉得那个肚子痛是芝麻小事了啊，老公没回家那是芝麻小小事，这样啊，因为跟这个没关系了啊，因为我们真正的生命要怎么做。再来回向功德，这也很重要，如果你没回向，你积了很多功德，然后又离开了空性的时候，又起了贪嗔痴，那这功德又不见了。所以每次做完，像今天从早到晚，现在功德那么大，然后呢用空性把它保护住，这个功德念一下。一，回向功德最好的方式是回向成就佛果，以饶益一切有情，如此回向，那份功德会变得无穷无尽，永不止息。很重要的一点是，还要以最清净的方式回向功德，用空性封守功德。二，特别专注的思维为名假立的意义，一切是自性空，绝非由他们自己那方面存在，这就是清净而不沾染真实存在观念的回向方式，用空性封守所回向的功德，使得那份功德不至于被破坏，永远不会被将来可能升起的贪嗔痴或邪见破坏。用空性来封守所回向的功德，提供极大的保护，好比把你的金钱或财产储存在不会遭受灾害影响的保险库里。三，回向功德思维：一，由于我及其他一切有情三时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累积的功德，愿菩提心、一切安乐和成功之源的善心，在我及其他一切有情内心升起，愿已升起的菩提心更增长。二，接着用空性封守所回向的功德，
思维，由于我及其他一切有情三识，过去、现在和未来所积造的为名假立的功德，愿为名假立的我成就为名假立的佛果，并代理为名假立的一切有情成就为名假立的佛果。三，愿一切身心受苦的有情，因我的功德而获得如海的快乐和喜悦。四，愿一切有情不受害、造恶或生病。愿一切有情没有恐惧或被人欺负、内心沮丧受挫。六，愿盲者见色，聋者能听。愿裸者得衣，饥者得食，渴者得水和美好的饮料。七，愿因辛劳而疲乏的身体得到休息而复原。愿所有的药物生效，愿所有的病者迅速康复。无论世上有什么疾病，愿他们永不再出现。八，愿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有益的祈愿有成果。九，愿穷者转富，悲伤者得快乐，愿失落者得希望，愿惊慌的人不再恐惧，求者得事，愿弱者得事。十，愿人们想到互相帮助，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我恒住世，尽除世间苦。第四，当你开始爱惜其他友情，真正安乐的阳光会在你的生命中闪亮。我想最后一句话是重点，舍弃我们的我执自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生命的精华融入给世界所有众生。我们只接收众生的痛苦啊，不要再爱惜自己，我们要爱惜众生。所以如何让自己生命亮起来、觉醒呢？灯点亮了呢，就是你开始不自私而爱惜其他友情，那个时候生命的阳光就闪亮出来了。愿大家成为众生的阳光，成为众生的月亮。愿这世界所有的人们、所有的动物都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要有众生，只要有世界，那我们就永远来帮众生，那让这个世界没有众生受苦，世界都变成清净的极乐世界，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就不断的做这样的练习。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再来有几个要回向了，我们念一下。然后那是愿这样子的心态，各位，我今天带各位念的，因为没时间讲解很久，但是我想各位可以慢慢的体悟一下，体悟一下啊，不懂的地方没关系，跳过去，先把懂了做一做，你就会懂了啊，而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要很清楚，因为就算你解释很清楚，有时候你没有在用也没用啊，所以佛法也不可能现在完完全全都非常清楚，但是就你所知道了，你尽力去做。那就代表福报够了，业障消除。你再跳回来看你不会的，马上你就会啊！因缘不可思议，佛菩萨加持不可思议，所以大家要回向。他说：“愿大家回向纽西兰清真寺恐怖攻击，49人死亡，来离苦得乐，升天生净土。”愿48人所有受伤者来早得恢复，内心无恨，平等对待众生。啊，我想有对立就有这样子的冲突啊！啊，我要消灭你，甚至这个杀人的人，他认为说，是外来的都是侵入我家的，侵入我家的，我可以拿枪打死他。啊，他认为。这些外来的人民包括宗教都不是他们本地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强烈我执啊！很可惜他将来往生了以后一定要下地狱的，而且要受无量的苦啊！所以当然我们要回向给他，也回向菲律宾的凶杀案往生者席拉万，
离苦得乐。再来，请问他受戒以后，今天晚上就是凌晨的时候，他要准备做荤食的生意，必须处理肉，请问这属于犯戒吗？不能这么说，只是说我们没有很有福报能够清净的受完戒，在日常生活里面，但是你是怀着一个惭愧心、清净心跟对这些肉的大悲心，这样就好了。心态最重要，站在大乘佛教讲的是心态。虽然你没有吃早餐，你没有吃荤的，但是你要煮荤的给你先生吃，就算晚上你是守八关斋戒，但是你老公等你回来煮晚餐，你还是要去煮，但是你用的是一个很好的动机啊，所以那你还是要照顾他们，他们要吃荤的，你要把它煮好啊，弄好啊，但是因为你身上有八关斋戒的力量，有慈悲心的力量，有佛的力量，那这些肉啊都可以体检你的啊，他会得到超度啊。那我想我们就怀着这样的心去做，所以做善事也不能起烦恼啊，因为你就知道重点在我们的动机。再来法会功德，回向回向陈浩天，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啊就没有肛门啊，所以一直要动手术啊，很痛苦啊，大家观想啊，他手术成功，能够大小便很方便了、啊、来嗡啊哄，最好把你的肛门给他，修治他交换啊，好不好啊，修饰他交换哦，他们都很大便畅通，我呢受苦，但没关系，佛菩萨加持我啊，没问题啊，所以回向所有一切这样。再来法会功德，回向脑癌受苦者翁盈之及其冤亲债主，所有癌症病苦者同享功德，念一下嗡啊哄，我们健康的身口意地水火风都布施给他了，希望他得到健康。法会功德回向往生者，念一下谢雅兰夜酒嘴往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请问有没有去极乐世界？100%，免宝贝信心，我跟你讲，佛力不可思议啊！你一弹回来，我刚好个不啊，可没有了，你没信心就没用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每次他们写好，师父操作了没有？去净土了，因为佛力不可思议啊，不是我的力量啊。特别今天有这么多佛啊，愿往生者都能够得生净土。再来，我们知道做人已经受苦了，能不能求自己早一天往生？往生不是身体，是心理往生啊。你现在就可以往生了，你就放下你对痛苦的排斥、烦恼的排斥、烦恼痛苦、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幻化的心往生，好不好啊？你做不到，那就经常念佛，不要去想那个痛苦的问题。我当时要死阿弥陀佛，我什么时候要死阿弥陀佛？你根本没有念阿弥陀佛，你都在念痛苦啊！所以你就专心的念佛，回向给众生，你就超越了痛苦，当下往生净土了。以道教或佛教的超度，只要是超度都一样。我想佛教、道教动机最重要啊。而且佛教知道就近的超度，为什么？根本没有业的本体，根本也没有地狱的真实存在，贪嗔痴也是虚幻的。你要能够有这个空性的了解，幻化的不是真实的，佛力又加持，那当然更圆满了。但是如果不管佛教道教，动机是自私的，我帮你念经，你给我多少钱？那就差很多了，那就没用了啊！你还不如一个小朋友说：“阿嬷，我替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功德最大，不要你钱，他相信阿弥陀佛，他帮你超度。再来，往生者生前吃肉，往生后是不是要
卜杯的方式来问往生者能不能吃素，不用问了、啊，你还问他？是你帮他决定了这个错的东西，不用再问他。有些人说，我阿公是吃鸡肉的呢，所以他死了，我要问阿公要吃鸡肉吗？你在害阿公啊！所以你要跟阿公说，阿公皈依佛啊，佛说不要吃肉啊，佛可以带你去极乐世界啊。所以有时候要很主动啊，帮往生者做皈依可以吗？可以的，是我们祈求佛菩萨来加持他，让他皈依三宝。是不是也要用宝贝的方式来问往生者？不用问了，皈三宝是好事，不用宝贝了。宝贝是不得已的啦，啊，你有信心更重要了。弟子今天来这一场八关斋戒完成，家里有三个小孩吵吵闹闹，请问要怎么办？皈佛、皈法、皈僧，刚好三个，啊，吵吵闹闹正好修行啊。我呢，你小孩子不要吵闹，你回去身体就吵闹了，叽叽咕咕了一下，头痛肚子痛。所以我想各位，这些只是一个现象，保持念佛，念佛的法喜，诵经的快乐，供养给小孩子，好不好啊？来，法会各项功德，回向三个小朋友，嗡阿哄，归佛归法归僧。好好睡觉，他吵你了，你念你的佛就好，不要被他动到你的心。各位记住哦，不要让他动到你的心，记住这句话，是你自己自讨苦吃。我老公没回家，我钱没有了，我生病了，我小孩子在吵，是你自己要被他闹了。回归自信，南无阿弥陀佛，安住他，思维空性，不要被他干扰了，这就是修行啊。修行不是手也不痛脚也不痛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然后入定了，那叫死掉了啊！修行的时候是坐也痛站也痛呼吸也很吵，像我现在一打坐就听到砰砰砰砰，我就问医生为什么这样，师父你心脏跳得很强，我都砰砰砰砰，哎，怎么像高山症一样 啊，所以因为我注意力被他拉走了，我就拉回来就好了，碰碰碰碰也是无常无我的、啊、再来，弟子的丈夫17年前遭人谋杀，弟子该如何将丈夫从鬼道救出来？来，法会功德，回向此被谋杀丈夫，嗡阿哄，放下自我，融入净土，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当然了，如果有时间，你要跟你的先生说，今天你被杀是因为过去你杀人，是消业障了，没事了啊，没有一个你在被杀，而且对杀你的人生起悲心，因为过去你杀他嘛，所以他来恨你嘛，对不对？要生起悲心呢、啊。这个世界上被杀的人跟谋杀别人的人这么多。都升起了冤亲平等的悲心，这样就好了，然后让他产生一个因果观无恨的心态，然后所以呢，世间就是你杀我我杀你不断的轮回，你爱我我爱你不断的痛苦啊，所以随我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那到了净土你永远不会被杀，为什么？空性、被杀的是身体啊，我的真理的生命永远不会被杀，到了净土呢，你永远只有慈悲啊，对方在杀你的时候你会爱对方，透过你杀我我要度你，因为从净土回来你就有这个无我的空性，男人平等的悲心去度所有被杀跟杀人，这个要跟他说法啊，各位这个也很重要啊。我经常看到这个，虽然没有名字，念头就代表，我有时间我就会跟他说法，跟他说法，然后引导他的这种痛苦的意识去快乐的世界，请问你给他快乐，你自己快不快乐？过去你杀人被杀的业通通超度了，所以哪一个人过去没有杀人？所以你在帮别人就是彻底的在帮助自己，这是最聪明的方法，所以各位要放下，但是你千万不要一直重复说我被杀我被杀他被杀他被杀我被抛弃我被抛弃，那你就一直在制造这个假象，
把这个假的当作真的来受苦，那不需要了。来，法会功德，回向往生者，顿金水，罪障消除，得生净土，所有往生牌位，所有往生亲人，所有冤亲债主，所有男女孤魂，同享功德。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啊，你可以这样观想：第一遍嗡阿吽，佛的嗡阿吽加持他；第二遍的嗡阿吽，他的身口意净化了；第三遍的嗡阿吽，他变成佛的嗡阿吽了，往生净土了。你可以做各种的观想来帮助对方，但是各位尽力就好。你有信心，不用寡杯了，不用问了。请问邓金水现在有没有去净土？有 ，OK 了。你这样想，它就变成这样。佛法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但是你一怀疑，一怀疑，一退转，那就事情又来了。就算他没超度，已经超度，别人没超度又来找你了，冤亲债主又靠过来了。再来，他说他的母亲有严重的骨骼疏松症，可以把法会功德回向吗？来，法会功德回向罗火焦及造成病苦、各种业障、冤亲债主、所有骨骼疏松症的及其业力债主，同享功德。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各位以后就轮到你，报纸打开就一直嗡阿吽，你阿门公你在冲向敲多了，报纸上面有太多的嗡阿吽要做了，啊，好不好了？我们都转化它。再来，他的妈妈今年77岁，得了严重的失智症，有严重的幻觉跟幻听，发作起来好像疯了一样，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当然替他消业障，替他积福报，比如说特别失智症，那些被抓到的猴子啊，或是被抓到有脑筋的动物，他被抓的时候 发狂啊，很痛苦啊，你给他放生，就先消他的业障，消他这种失智症的业，然后呢也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再来呢再回向他的心性，希望他的心性可以达到一个空性，那你就为他念念心经啊，抄抄心经啊，所以我想消业障，回向冤亲债主，净化身心，然后替他念佛啊！但是很重要了，你千万不要烦恼。哎，我妈妈失智症，我妈妈那边叫我好烦啊！不行啊，你妈妈越烦，你要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越安定，你知道吧？你要越安定，用你的安定，然后来超度他的不安定，用这个佛教的方法，用你的光明来消除他的无明。再来，守戒，守五戒，守的不圆满，只受四条戒，可以披慢衣吗？那你就减五分之一下来吧。不行披的，啊，这个五戒满满的，不是四条，那我就减一半。没有，你想要披慢衣吗？那你为什么不受五戒呢？不行啊，因为我要喝酒啊，不喝酒会更发财的，不喝酒会更有智慧的。你要相信佛讲了，佛不会找你麻烦呐、啊。佛这个戒就是保护你更圆满的。佛教徒可以葬在基督教的坟场吗？没什么分呢，啊，因为你葬在哪里跟你超度去哪里没有关系的了，啊，你超度去哪里是你的业跟你的心态，所以无所谓，免费的都可以去葬，啊，甚至你跟你妈妈说，是你自己说我要去葬在基督教的地方，我可以帮助我们基督教的教友升天，那是个悲心，那保证超度了。因为我的老公是基督教徒，没关系，佛法是空性，是超越宗教的，知道吗？佛法如果说贴标签我是佛教，这个法执你就不了解佛教是什么啊。佛教讲中观空，超越各种宗教，超越各种形象，所以那不管它是什么宗教，空悲心是帮助他们的最重要。最后一个问题，他的爸爸、母亲，还有我是父亲、母亲，
我儿子在正月25号往生意外，名字叫，念一下，法会功德，回向杨正豪，离苦得乐，得生净土。那头七那一天没有回到家里，晚上1点多，你同学上了女同学的身体，说要见爸爸妈妈，有话要说，说他的儿子往生以后，头七的时候附在他女同学的身体。可惜来不及见不到，过了几天又上了女同学的身体，名字叫谢爱玲同学，后来跟我们道别。我问做法事的道长为何一直上女同学的身体，然后做多一场二期的法事，然后道长说最好能为儿子做一场法事叫破地狱，说能为往生者减轻业障，需要做吗？不要钱的就可以。这样你了解意思了吗？来，我们替他做好不好？来，所有人的功德，法会的功德，回向杨正豪，嗡阿吽，南无地藏王菩萨，嗡阿吽，南无阿弥陀佛，嗡阿吽，杨正豪往生净土，不再复生。嗡阿吽，法事做完了，免费招待，啊，大家都有功德啊。好，滴水功德记，然后天气很热啊，恶鬼道更苦，而且水里面有污染，我们要净化它，然后也化为甘露，布施给恶鬼道。更重要的，把所有功德进入整个地水火风世界，让累劫累世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同享功德，也让所有受苦的恶鬼道众生离苦得乐。功德回向滴水记，那佛经有说啦，用一杯水供养佛陀，这一杯水洒出去乃至回向，可以超度84000个恶鬼道，可以超度1年之内人类所吃掉的海鲜水产众生。一杯水供佛，等于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水。所以各位，你的等一下我们先来供佛，一杯水供佛，等于念了100万遍的消业障咒。所以这个水啊，你也可以留几滴啊，回去洗澡啊，大家家里洗澡啊，啊，消业障。水上供有这个功德，乃至呢做功德回向，所有功德融入这个水，淋在地上，它会到了最深的大海、河里面、土里面、树里面，变成水蒸气啊，变成海水。所以整个无量无边的世界众生，包括你累劫累世的冤亲债主，皆同享功德了。请发一瓶水跟这一张纸。那供水记，我们先念供水记，在各位的右边有没有？甘露水真言下面的供水记，一起念一下：水有八德，供养十方，我观想十方佛啊，哎，着诸恶业，六道清凉，然后滴出去哦，嗡啊哄，嗡啊哄，嗡啊哄。六道清凉，上供下施，简不简单啊？有些菩萨说：“师父啊，我没办法做烟供，很苦恼，做水供就好了嘛，什么都可以嘛，用米也可以嘛，上供嗡啊吽，然后地上下施都可以了。”再来，我们要念功德回向滴水记，各位再念一下嗡啊吽，把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三宝弟子，包括自己过去、现在、未来身口意所做的功德，融入在这里面，好不好？把你的地水火风啊，空也都融入在这里面了。然后念个嗡阿吽，来，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然后呢，再把这个功德啊，等一下要无量无边的布施，念这个功德回向记，来，大家一起念功德回向记，一起念，来，强缘及入住
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好，等一下，请我们净勇菩萨，大家再念一次好不好？他这样道哦，你要观想底下的盆子代表整个法界，都得到了这个大家的功德甘露。然后等一下下课了，你去外面倒，好不好？我讲倒的时候，雨水由天降，哇，所有的功德，好吗？静勇在吗？啊，赶快给他鼓掌一下，用跑的。我们呀，再念一遍啊，希望我们静勇有大福报，好不好啊？生命协会多开几家。我们现在啊，在全世界都成立什么？念一下。慈悲协会，内容呢，凡是慈悲的事情都去做就对了，好不好？助念老人关怀啊，婚姻关怀啊，子女关怀啊，都去做啊。所以我刚刚在跟我们净勇菩萨说啊，我们今天色拉且大学、中小学主管都来了，我看在新山开一个色拉且中心，好不好啊？像新加坡近一点点啊。然后呢，那他们就会派格西来帮我们修法，好不好？好，所以大家再念一遍功德回向记，念一下，来，开始到强缘及入住无边处所者，雨水由天降，终必会滴处。如此之布施，福之益恶鬼，犹如满溢流，得遍于大海。如此施善果，福之益恶鬼。施水记念下来，自己圣者观世音，收降本质甘露流，恶鬼饥渴诸苦灭，愿及极尽具福乐。唵嘛呢呗咪吽舍。我们也把开咽喉甘露水念到水里面，那各位晚上布施的时候更好啊。那这一瓶水瓶子你不要丢掉更好，布施完了再给它加水再布施，好不好啊？这瓶子布施越多遍，它加持力越大。开咽喉记，来各位点点水，你可以点几滴水啊。现在好热啊，我坐在这边更热，我这个一直放热气，好像烤火机在我身边啊，那没办法。来，开始。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但他也多耶。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但他也多耶。嗡波波地利切多利，但他也多耶。甘露水，南无娑罗婆耶，但他也多耶。大智他，嗡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好，各位瓶子把它封起来。100万马币给你买，要不要？不要。100万不够看。所以因为他有无量的功德啊，如果你给我，我说好，100万给我，我来买水，我瓶子给你，因为可以供养很多水。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世处，往昔曾心善，今有心正道，身无上智吉祥。博学记忆尽，善守诸戒律，能言见善变，是无上智吉祥。扬情爱妻儿，谋生不伤人，从事正职业，是无上智吉祥。神秀，地藏垂基，素以奇秀闻名的九华山，古刹林立，香烟缭绕。它的灵秀幽静，在中国佛教名山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里的诵经声、佛号声，昼夜不歇，不愧称为莲花佛国。千里迢迢地来到九华山，金色大手印的标志是大院文化园的入口。大院文化园依山而建，层层叠进，从银杏树夹道林立的菩提大道走入，边走边仰望着近在咫尺的大院佛，踏在巨大汉白玉石铺地的莲花广场上，亦步亦趋地迎向地藏王的露天大铜像，接踵踏上地藏五通桥，暗示着我们或五通出入三界，就可以离苦得乐。光闪耀，光射四方，99米高的地藏王菩萨铜像气势恢宏，高耸矗立在云天之中，守护着这方净土。他那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誓言，千百年来以不可思议的功德成就着广大的众生。这尊世界第一高大愿佛，代表着爱护众生、圆众生愿的宏愿指标，在海涛法师谆谆的教言引领大家稽首佛足，又绕三匝，积累资粮，忏除业障，共同承担着佛菩萨的重责大任，以无量功德回向法界众生同享，成就善愿。虔诚忏悔，所以也代替众生忏悔。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妄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妄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大家真实发愿，是弘是愿，为报恩地藏王菩萨，就像做儿女的让父母放心，父母我会照顾自己，我会把事业做好，不然父母啊没把瞑目的啊，所以要真实发愿，精进修行。来，一起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早成佛道，愿早成佛道，普度众生，普度众生，皆得成佛，皆得成佛。再来，更要回向我们的父母，七世父母，地藏菩萨要我们孝顺，所以累劫父母，一切众生，愿他们皆能够离苦往生净土。一起念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故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更要把我们所有的功德供养这一尊地藏菩萨像。所以来，愿以所修诸功德，愿以所修诸功德，悉皆供养地藏菩萨尊。供养地藏菩萨尊，愿佛圣法普昌隆，愿佛圣法普昌隆，善业回向诸众生，善业回向诸众生，冤亲尽诉恩仇等，冤亲尽诉恩仇等，永离四苦三毒害，永离四苦三毒害，解脱生死轮回海，解脱生死轮回海，弘正佛国不退转，弘正佛国不退转。南无大愿地藏菩萨摩诃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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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与大愿佛连成一气的设计，是世界最大的汉白玉莲花，有如佛国莲花，白净无瑕，称为净土莲花，接引着莲台上的现代佛。世界最大的佛光池也在此地，直径99米，阳光照耀下犹如黄金之水，晶亮无比。水中有大愿佛导引，称为未来佛。在这世界最大的巨型琉璃壁画上，还有一面过去佛。原来只要我们三世都有佛，极乐世界的美好总会在身边接引我们。发功德水，广场定时有佛乐漫天响起，六朵莲花便缓缓开放，飞天天女也从地下升起，喷泉涌现，佛香萦绕，超凡入圣，神兽谛听恐怕也不忍离去，佛国境界的庄严美妙油然现前。这种充满灵性又宁静的归宿，该是每个念佛人所向往的。大愿文化园约1500亩之阔，园车代步轻松许多，车轮下的寸土建设都是文化、自然与艺术的精心设计。
接引有幸前来灵山一会，一同看河见佛，学发地藏本愿。为什么地藏菩萨要做99米？为什么这边有99个山峰？为什么叫九华山？我刚刚终于想通了，地藏王菩萨他的意思是长长久久不离开众生啊，永恒的，一直到所有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他有这个愿力，所以他活到99岁。那帮助众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为什么要九华山？念一下九品莲花，往生净土，往生啊！所以一定要我们的，刚刚我们果坚大法师说了，为什么叫果坚？我也在想，他很坚定啊，要让大家成佛的果啊，不退转。所以我想，我们慧净法师会突然召他过来，选对人了啊！这个地方需要果坚法师的愿力，随和。善巧方便，让九华山文化园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为什么？念一下见即解脱啊，看到真身99米的地藏王菩萨，就能够永远脱离三恶道，往生九品莲花。当然佛教里面大愿地藏王菩萨，那为什么要做的狗呢？全世界的动物，哪种动物最忠实啊？狗，忠实于所有众生。你杀人放火，这只狗还是会渡你。所以我想，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一个动物做代表，就像文殊菩萨用狮子。各位，智慧要像狮子一样呵斥自己，不要生气了，不要执着了，要如剑一样的断烦恼。但是实践呢，还要如大恨普贤菩萨像象一样的忍辱负重不退转。但是对于愿，还要像狗一样的忠实。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果坚法师说了，释迦牟尼佛受身入涅槃，一直到将来弥勒佛这56亿7000万年交给谁了？地藏菩萨。所以他必须长长久久的如狗的守护着所有的众生，守护着这个愿。我想学佛，他你可以不把它当作一种宗教，它是一种人格发展啊。所以在这边要非常感恩我们由仁德大和尚愿慧性法师的努力，今天果坚法师的实践，能够让这个地藏园区弘扬于世界，这是慈悲。因为叫见即解脱，各位刚刚叫念即解脱，脱离三恶道。弘愿堂进深也是99米，内部展示着完整的地藏文化世界，古物、木雕和石雕艺术品把地藏王菩萨的气势表现得十分雅致，像是一座大型宗教艺术殿堂，吸引着人们。接下来请收看
妙香佛国彩云南线。西双版纳位于中国云南省南端，与寮国、缅甸山水相连，与泰国、越南近邻，四季如春，遍地绿荫。